各位老铁大家好啊，今天来分享一下去年那些果核蛋。去年不是年底的时候收的那些果核蛋，它孵化孵了很久，有一些是孵不出来的，但是幸运的是有一部分出来了。然后这里昨天破壳了有三个，放在这里收肚子，哦，都出来了。之前还是包在壳子里，因为肚子没有收好，那时候个体的话相对来说比今年那些苗子会大一点，这肚子会沾满了这个纸巾，腹部这里这白色这层是纸巾，这个肚子差不多收完了，也可以下水了。这个，这个还有一点点，也可以下水。这个基本上都 OK 了，个体的话相对是大一点的，就是孵化时间太长了，差不多一年。去年十月份的蛋最早的时候，然后十一月、十二月都有，有些就坏掉了，孵不出来。这几个幸存了下来，现在孵化盒里面还有好几个，应该还可以出三四个吧那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各位老铁点赞、关注和转发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